今天为大家介绍 Yamaha U1 一号钢琴，这台琴非常新哦，它21万号 U1， 而且它钉子很板很亮丽，打击锤都研磨过。好，我看一下低音弦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下弦板。一部钢琴干不干净，其实看底部就知道了。底部就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亮丽。好。那我们来听听它的音色。好，这部琴非常的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钢琴的正后方。基本上它没有泡水，没有蛀虫。好，如果有喜欢的客人，可以到恰进新钢琴，万华区举光路148号来预约时间看钢琴的哦。拜拜。